啊，观众朋友们啊，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哥史记》节目，我是丁凯文。啊，今天呢，我很高兴来到这咱们这个摄影棚，这个不是在家里边这个做这个节目，啊，这个机会也很很不错。这个这个顺便呢，就有一些特别的这个，我希望能放给大家看的，有一些个视频呐、啊，有一些个图片呐、啊，能够现场的解说一下呢，这样的啊更清楚，啊更清晰。 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谈的题目呢是，一九七一年的五一劳动节的晚会上，啊、呃，林彪到底有没有故意的这个迟到，啊、呃，有没有呃这个和毛泽东不辞而别，就是提前退席，没有跟毛泽东打招呼，嗯、呃，那么为什么要谈这件事情呢？因为呢，这个呢，从这件事情呢可以看出，这个在九幺三事件之前，这个毛林之间的关系。 啊，以及这个军委办事组，以及啊和这个毛泽东之间的这个关系，到底是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么为什么要谈到这个题目呢？因为呢，啊，我手头呢有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这本书呢里边有一篇文章，是谁写的呢？啊，这个作者呢叫杜修贤。 啊、呃，他呢是当时的这个啊、呃，这个相当于是这个公平的这个，就是呃，中央的这个御用的这个记者、摄影记者，他专门负责这给中央领导啊，在各种不同的重要场合拍摄一些个照片。那么呢，他在这本书里面呢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叫做《啊、呃，林彪对毛泽东的不辞而别》。 然后呢，他在这里边呢，这篇这本书里边呢，有一张照片，大家看到这个第二张下边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呢，他是他说呢，啊，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这张照片，这个这个杜修贤这个记者呢，他说这个是当时他在五一劳动节晚会上拍到的唯一的一张照片，也就是说呢，他本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呢，啊。 给这个所有的这个重要的领导人物拍照片，但只有这一张是毛泽东与林彪在同一个这个相框里边的。那么他只拍到了这一张唯一的这一张照片。啊、呃，然后呢，他呢，他在这个这这这篇文章里头呢，反复的这个强调说，啊、呃，林彪当时呢是晚到了天安门，嗯，那么他晚到了，那他为什么晚到呢？ 这个他有一个说法，他说呢，这个当时这个呃大家都已经上了天安门了，毛泽东已经都坐好了，但是林彪那个座位是空着的，没有人的。那么后来呢，他才才才发现林彪呢姗姗来迟。这个来了以后呢，他穿着一件军军大衣，来迟了以后呢，经过他的身边时候，他还闻到了林彪身上有一股味道。那么这是什么味道呢？他说呢，这是这个。 这个大烟的大烟的味道，就是林彪在家里吸毒，这个，呃，没有过瘾，这个，所以萎靡不振，所以呢，他这个上天安门呢，他就迟到，故意迟到了。那么这个说法呢，是不是真实的呢？啊、呃，显然是是不真实的。啊、呃，但是他这个说法呢，流传很广。他这篇这个在这本书在这本书里这篇文章里边，由于他的这篇文章的出现。 啊、呃，很多学者在写文章，在描述毛林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都强调说林彪呢在五一节这这个晚会上呢是故意迟到，啊、呃，好像是给毛泽东与难堪，因为这个毛泽东这个庐山会议以后呢，对呃林彪非常不满啊、呃，对军这个军委办事组的这些黄屋李秋他们这些人呢，持强烈的这个批评态度。 所以由由于林彪心怀不满，所以呢，他就要故意给毛泽东难堪。在这个五一劳动节晚会上呢，就是故意的姗姗来迟。这种说法呢，流传甚广，啊、呃，广到什么程度呢？就几乎所有谈到林彪这个，呃，这段谈到毛林关系的时候呢，都特刻意的强强调这个林彪在这个问题上，在五一晚会上呢，都是晚都是故意啊、呃、晚来的。 那么，包括这个《毛泽东传》，啊、呃，以及这个周恩来的年谱，就是官方出版的这些个，啊、呃，书籍，啊、呃，以及的这些个非常重要的这些个，呃，不管是文献也好，还是传记也好，都刻意强调林彪是故意晚上天安门。那么，很多学者也在写文章的时候呢，也是这么这么，也是这么来描述的。他们有没有去查证呢？显然是没有的。 那么，这个杜修贤，这个文章是谁写的呢？当然是杜修贤本人。他因为他是这个记者、摄影记者，但是执笔的这个人呢叫顾宝孜。这个顾宝姿呢，他是这个一个呃，可以说是一个呃传记文学的这么一个作家。然后呢，因为他跟这个呃杜修贤两个人合作，这个杜修贤呢负责提供照片 那么提供照片以后呢，再提供一些信息，那么写出那么文章是由谁来写呢？是由这个顾宝姿来写，所以他们俩合作，呃，由呃杜修贤提供照片，提供他的这些个呃这个他所所谓看到的这些个、呃、这个这个事件，然后呢由这个顾宝姿呢来润色加工润色来写成这种文章，他不光在这个在这本书里边啊、呃、写了这个文章。 这本书是一九九四年出版的，他后来又推出了一系列的“红墙”系列的这个这个书，比如像什么“红镜头”啊，这个毛泽东最后的这个最后的这个七年啊，如何如何等等，他都是啊、呃、反复的强调，在这件事情反复强调是林彪是故意的姗姗来迟。那么同时，不光是姗姗来迟，而且呢，他还这个与对毛泽东呢是不辞而别。他说这个。 他上了天安门以后，林彪上天安门以后呢，啊、呃，在在那个城楼上大概只坐了大概几分钟两，他按的他这本书里说他只坐了两三分钟，然后呢也不看毛泽东也不跟毛泽东这个有任何的这个交流，然后坐了这么几分钟以后呢就不辞而别了。啊、呃，还有一个还有一一个细节就是说呢，他在这本书里边在这篇文章里边呢还提到。 这个呃，在一九七一年的六月三号啊、呃，毛泽东、林彪会见这个罗马尼亚贵宾呃齐奥塞斯库的时候呢，啊、呃，他也是就说呃，别人都在那儿在这个这个会谈，那么林彪一个人呢跑到这个这个人民大会堂的这个呃大会堂的外外边，坐在外外边的角落里边，呃，哭坐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林彪又是大烟瘾发作了。 如何如何？这个，但是所有的这些说法是不是都都能成立呢？显然是不能成立的。那么呢，我现在请导播呢把这个视频呢给大家啊、呃、放一下，因为这个视频呢，呃，这个有一些个可能是有这个啊、呃、有这个版权的问题，不能很完整的呃给大家放出来，所以呢，只能放出大概十几秒的时间。那么现在呢，我请导播呢先把这个呃天五一晚会上天安门。 这个城楼上的这个这个情景呢，给大家放上呃一小段的视频，大概只有十来秒的时间。那么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呢，大家实际上呢也能了解一下啊、呃、当时的具体情况。好，大家看到这就是毛泽东与林彪同时登上天安门城楼，林彪站在毛泽东的后边，手手里边挥舞着一个雨露。虽然这个这时间很短，大家看到林彪这是坐在毛泽东的身边。 啊、呃，有一些个这个啊、呃，面部呃，有一些个笑容，大概只有十十几秒的时间啊、呃。那么这这段视频完整的这段视频呢啊、呃，大家可以在网上去看啊、呃，这个国内的网站，比如像是优酷网站啊、呃、土豆网站啊、呃，以及如果大家呃可以上这个呃这个呃 YouTube，也就是所说的油管儿啊、呃，可以只要搜寻一下五一。 啊、呃，五一劳动节，那么大家都能看到这个这这个呃视频，大概有二十六分钟的这个长度。啊、呃，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是照片，啊、呃，就是截屏。你看，这是欢庆五一劳动节，这个是里边的一个镜头，大家看得很清楚。五一国际劳动节，啊、呃，这个是一个截屏，就是林彪站在毛泽东，呃呃，走在毛泽东的右侧，手里挥舞着一本这个语录。 这个呢是跟这个天安门城呃天安门城楼上的这个贵宾一一的这个握手，啊，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林彪站在毛泽东身边儿啊，一边往前呃，这个呃贵宾呢是从这个啊、呃、从前往后走，那么毛泽东与林彪呢一一与他们这个握手致意。好，这个也也是同样的，虽然这个。 这个视频很很老了，七一年的当时的这个视频很老，但是呢，仍然可以啊很清楚的看到林彪是与毛泽东一起登上了天安门。你、啊、看，这是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这个一个笑容可掬的这么一个呃一个一个截屏。哎，这个是另外第二个这个第二个视频，第二个这个截屏，看也看得出来，林彪坐在上面没有。 像这个摄影师所所说的，啊、呃，耷拉着脑袋，这个蜡黄的脸，这个呃非常沮丧的样子，啊、呃，显然显然不是这么说的，啊、呃，那么为什么这个这个作者，就是这杜修贤这个作者，为什么他会有这么一这么一个这个说辞呢？因为他在他的这个这个书里边，在他这篇文章里边，非常强调。 这个当时呢，他只照了一张，这个毛泽东与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唯一的一张合影。他特别强调，为什么呢？他说呢，这个照完了这个这个天安门上这个照完了这个这个相以后呢，节目这个结束以后，晚会结束以后呢，周恩来这个还专门把他找去说你，你你们到底有没有照照上相啊？他说，就这就唯一就照了这么一张，啊、呃。 那么，周恩来当时据说按照他这个书里边的说法，周恩来还还很不满意，说那么为什么只有照了这么一张？既然林副主席已经在天安门城楼上了，为什么你们都没有这个呃这个呃，好像没有呃起到就是没有呃没有执行你们的这责任，没有没有尽快的啊、呃、拍了这些个纪录片以及照了这些照片等等的？呃，他按照他的这个书这个书里边的这个说法。 啊，好像就是说，只有杜修贤一个人照到了这一张照片啊，但是大大家看到这个视频，这个是第二张照片，那么这张照片是谁照的呢？这显然这是这个这个这个、这张照片是这个呃毛泽东、林彪与周恩来共同一起从这个这个天安门的这个这个电梯上来以后往外走的时候照的一张照片 那么这张照片是谁照的呢？如果不是杜修贤照的，那么这个照片的人是谁呢？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这这这是《人民日报》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号的这个头版，也就是第一版。那么第一张照片，也就是上面的这张照片呢，就是杜修贤所说的他照的唯一的一张照片。那么这个照片的下边的这张照片和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彩色的那个照片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 啊，在五一节的当晚，实际上是至少有两张照片，而不是这个杜修贤所说的唯一的一张照片。那么这张呢，也是呃第二天的这个呃报纸上所刊登出来的。但是我还没有查到这张报纸是是到底是《解放军报》呢，还是这个还是《光明日报》？但是显然，这个照片上的这个呃。 这个套红写的非常清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同首都五十万革命群众和国际友人欢庆五一。这两张照片同刚才我们看到的《人民日报》上那个照片是一模一样的。啊、呃，这个由于这个杜修贤的这个说法，就说林彪故意的晚上天安门，这个说法啊、呃、长期流行。 那么，呃，我我我我相信呢，很多这些个学者，无论是国内的、国外的，基本上都没有去查证，而是简单的就呃相信了。就是这个他既然这个这个杜修贤这个记者他是天安门城楼上的一个当事人，既然他这么说了，他看到了啊、呃，那大家就相信了，没有继续的去啊、呃、做一些深入的去查证，到底他说的是真是假，是不是？ 啊，有一些个跟事实是有出入的，显然，啊，呃、啊，这呃，大家都没有认真的去做这个查证。那么我刚开始看到的这个，我看到他这个啊，这这篇文章以后呢，当时我是很怀疑的，啊，觉得他这个说法呢不是很可信。但是虽然他是一个当事人，他作为一个当事人，他写的回忆可以作为一个参考。那么。 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是像他所说的这个样子呢？啊、呃，我我第一眼，我当时我看到这个呢，是心里是啊、呃、有很大疑问的。为什么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呢？因为呢，它不合情理。啊、呃，为什么说它不合情理呢？因为我们我们看啊，林彪从在历史上，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呃，林彪呢？ 这一辈子啊，基本上可以说是紧跟毛的，啊、呃，尤其是在这个文革这个前后的这一段时间里边，基本上都是这个，呃，基本都是他采取的这个这个呃策略都是毛画圈，我画圈，一一直都是紧跟的，从来没有一次说是啊、呃、毛泽东上天安门而他故意的呃晚来或者不来，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那么为什么在七一年的五一的这个晚会上，他就会就会发生这种事儿呢？这个呃，情理上是是不合情理的，啊、呃，有点有点说不通。第二呢，这个也不符合当时的这个政治环境，呃，政治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呃，因为有的人呃强调说，这个庐山会议以后啊，这毛泽东啊对这个军委办事组。 对这黄呃黄永胜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等等，对他们进行了这个言辞的这个批评。那么，由于毛泽东这个言辞批评呢，啊、呃，林彪呢就是心怀不满，所以呢，他这个在五一这个晚会上呢，就故意的这个这个晚来，这是给毛泽东难堪。但这个说法呢，实际上呢，如果我们认真的这个呃。 呃，研究一下当时的这个政治情况呢，这个是说不通的。啊、呃，为什么呢？啊、呃，虽然毛泽东对这个军委办事组做了一些很严厉的批评，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四月份，一九七一年的四月份，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呃，搞了一个这个批陈整风汇报会。那么批陈整风汇报会呢，它的实际上这个呃主要的这个意图呢？ 是说呢，是要给这个军委办事组，给这个黄吴叶李秋他们五个人呢做了一个啊、呃、组织决定，做了个政治决定，就说呢他们在这个呃组织上呢呃犯了这个呃在在这个呃在这方面犯了错误了，给他们做了做了这么一场做了这么一个决定，这个做这个决定呢意味着是什么是什么呢？实际上就等于说啊、呃，由于中央做了一个正式的决定，等于是说他们承认错误了。 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的错误了，那么他们也都做了自我批评了。那么啊、呃，中央呢，呃，对这对这阵对这个庐山会议所上面所发生的这件事情呢，已经到此做告一段落。实际上呢，也就是放他们一马了。那么从这个黄吴叶李秋他们的这个这个实际上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他们等于是替林彪在庐庐山会议上呢代他代带,带林。 受过，也也就是说，啊，虽然毛呢，呃，批评的是呃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呢，他批评的是军委办事组背后的林彪，那么给军委办事组他们这几个人做做结论呢，实际上也就是给林彪做了个结论，那么做结论完了以后呢，就意味着这件事儿呢到此为止了，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啊、嗯，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呃。 批陈整风汇报会以后呢，军委办事组他们这些人呢是很高兴的，啊、呃，为什么高兴呢？他就觉得我们心里的这块石头放下了，我们这个做了这个检讨，呃、这个主席是满意的。那么虽然虽然给我们做了这么一个结论，这对我们做了批评，但是呢，我们我们等于过了这个坎儿了，那我们继续，我们仍然可以继续在中央呃工作。 啊，并没有给我们打成什么反党集团或者反革命集团等等等等，啊，也就是说，这个庐山会议到此，也就是说啊，告一段落了。那么，既然告一段落了，那么林彪何必呢？何必还要跟毛泽东过不去呢？所以呢，这种说法是说，林彪因为毛泽东的批评而。 要在五一这个晚会上要给毛泽东难堪，故意晚到天安门，这个这个说法是说不通的。那么林彪是不是呃这个晚呃是不是晚、呃、晚就是这个呃晚出门，也就是说他从他所住的这个地方这个毛家湾啊、呃、出门比较晚呢、啊？这个呃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邻办的秘书们的回忆呢，它的确是比以往是稍微晚出了门儿了一点儿，但是是不是呃晚到了，呃上天安门也都晚了呢？这显然是不成立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这个画面上呢，是从毛家湾到天安门的这段距离，因为我这个是从这个谷歌这个谷歌 map 上这个呃搜呃这个这个。啊 呃，做的这么一个这个截屏，我们看到呢，从毛家湾到天安门这段距离呢，大概就是四公里。以当时的这个情况啊、呃，就是说当时当天晚上没有任何交通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啊、呃，那时候是由于这个天安门要搞这个庆晚会的庆祝活动，所以呢，一定当时的这个从啊、呃、毛家湾到这个天安门这一段路程，这这段呃路线呢。 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交通的问题，也就是没有这个呃交通阻塞的问题。那么从毛家湾到天安门，这总共就四公里的这个路程，开车应该不会超过十分钟。虽然林彪可能离家稍微晚了一点但是呢，并没有影响到林彪这个与毛泽东一起上天安门。所以呢，这个这个上天林彪晚上天安门的这个这个。 说法呢是是不能成立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呃，林彪的这个呃，当时的这个警卫警卫中队的这个中队长，这个叫肖其明。肖其明呢，他在自己的这个回忆里边，他也说呢，他说是他是亲眼看到的，这个毛泽东与林彪呢是一起登上了天安门，而且登上天安门呢，不光是有这个这个警卫警卫团的这些人看到。 呃，其他的中央政治局的委员，起码像这个，呃，吴法宪呐、邱、啊、会作啊，他们他们也都看到了，因为他们是跟在毛林的后边上的天安门。同时呢，我们还要还要再再问一下，如果说林彪晚上天安门，那是不是意味着叶群也晚上了天安门？因为林彪和叶群是一起出门的，他不可能一个人先出门，一个人后出门。 啊，根据这个林办秘书的回忆呢，他们是共同共同一起，啊，一起从他们住的地方毛家湾一起呃、啊、上车去的天安门。如果林彪晚上了，那也意味着叶群同样也是晚上了天安门。那么为什么这个这个摄影师这个杜修贤这个人他只看到了林彪晚上而没有看到叶群晚上呢？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林彪确实是晚上了这个天安门，他一个人。 大家都已经上了天安门，他一个人姗姗来迟。那么，为什么只有这个摄影师一个人看到，其他的人都没有看到这件事情？这不是一个很很蹊跷的一个问题吗？而且，天安门城楼上这么多人，不是这个只有摄影师一个人，至少还有那么多的政治局的委员，还有这么多的这个外宾啊，呃，比如像什么这个西哈努克呀，什么宾努亲王呢，包括他们的这个家眷以及。 呃呃，其他的这个天安门城楼上的这些个呃城楼上的这么多呃这么多的人，那么难道这些人都没有看到？只有这个摄影师一个人看到吗？这也是说不通的。啊、嗯，另外呢，这个还有一点，就是林彪呢，他确实呢，他是呃提前呢退场了。那么这个按照这个。 这个摄影师，这个杜修贤的说法呢，他在拍完了那一张唯他所说的唯一的照片以后呢，他说他没过了两三分钟以后，他还想再拍的时候呢，就发现林彪不在了，林彪林彪不见了。那么这个林彪不见了呢，他呢就就下了一个结论，就说呢林彪是呃对毛泽东呢是不辞而别，也就是说呢毛泽他林彪呢。 跟毛泽东呢，既没打招呼，也没有来的时候也没打招呼，这坐在那儿也没有任何言语上的或者是眼这个眼神上的交流，坐了不到那么两三分钟，然后一个人就对毛泽东就不辞而别就走了。那么，那么他怎么这个摄影记者，他作为一个摄影记者，他怎么能知道这个林彪是不辞而别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很他为什么就。 能下的这么一个这个定论呢？啊、呃，大家知道这个作为一个这个摄影记者呢，他应该是在外围溜溜达达的，他不可能靠近这个毛泽东或者林彪，他也不可能呃近身听到听去去刻意的去听他们啊、呃、有哪些谈话，说一些什么事情。他只不过就是端着个摄影机在外边走来走去，找一个好的时机。 那么给给这些个领导人，每个领导人呢都拍都拍上一个照片那么以后呢好好上这些个画报啊，或者好上这些个好作为一个这个这个呃这个文献可以可以留下来。所以呢，按照他按照他的这个身份，他是不可能站在毛泽东的身后或者林彪的身后去听林彪和毛泽东到底谈谈了一些什么。所以呢，林彪确实提前走了。 但是呢，不能证明林彪是是对毛泽东是不辞而别。那么，这个不辞而别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啊、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邱会作呢，他是政治局委员，他当时也在天安门城楼上。天，呃，邱会作在他自己的这个回忆录里边，他说呢，这个当时呢，林彪呢在天安门城楼儿坐了坐了一阵时间，虽然不是很长。 啊、呃！但是呢，他走的时候呢，他跟毛泽东说呢，他说我的这个头啊，就是这个有点不太舒服啊、呃，我就提我就提前走吧。然后毛泽东呢就说呢，呃，现在也没啥事儿了，你可以走了。所以呢，这个邱会作呢，他是他是这个当事人，他看他不仅看到，而且听到这个林彪向毛泽东请假了，而且毛泽东也同意了，所以林彪呢就提前退席了。这个提前退席呢？ 并不是像这个、这个、这个摄影记者杜修贤所说的，是故意的对毛泽东不辞而别。他的这个说法呢，是不，是不能成立的。另外还有一点，以毛泽东啊，他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如果你林彪真的是啊、呃、故意的晚来，而且还故意的早走，对毛泽东有这么大的不敬的话，那毛泽东不太可能，呃，这个没有任何的表示。 啊、呃，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个晚会呢，这个毛泽东他并不是一直都坐在这个天安门城楼上，而是呢，他有一段时间呢是到后边天安门这个后边这个城楼里这个里边有一个这个呃休息室，林，呃毛泽东呢到那个休息室里面去休息，在这个时候呢，叶群呢、啊、就赶紧呢趁着这个时候呢就去找毛泽东去谈话，谈了多长时间呢？ 据叶群的回呃，这个林彪办公室的秘书的回忆呢，大概谈了一个多小时。啊，叶群为什么要找毛泽东在这个呃天安门城楼上要谈这么长时间的话呢？因为在这个平时啊，要想去找毛泽东，要找毛泽东去当面的这个呃谈呢，是很困难的。你要去打电话，要去约，要去打电话，要通通过秘书要去约跟毛泽东见面，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啊、呃，通常呢也会被毛泽东拒绝，但是呢，在天安门城楼上呢，这是一个啊、呃、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叶群呢就趁着这个机会，就是林彪也回家了，那么呃，江青等人呢，他们这些人呢，他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在那块呃观看那些个文艺活动啊，呃看那些礼花啊，这个等等等等，但叶群呢就趁这个机会，赶紧去找毛泽东去谈话。 去，然后呢，毛泽东呢，在这个，在这个天安门的休息这个休息室里面呢，跟叶群做了很长时间的谈话。这个谈话完了以后呢，叶群回到毛家湾以后呢，心情很高兴，很激动。他呢就把这个当时的情况呢，跟他的秘书呢，就就就就就描述了一番，而且呢，把这段把这些事情呢，他当时毛泽东是怎么跟他谈的，都谈了哪些情况呢，都记下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林彪是故意给毛难堪，又晚到，又呃不仅姗姗来迟，而且还故意不辞而别的话，毛泽东是不会给叶群好脸色的。啊、呃，恰恰是因为林彪和毛泽东是一起上的天安门，而且呢，在天安门城楼上虽然坐的时间不长，但是呢也向毛泽东请假了。啊、呃，这个时候呢，当。 毛泽东在休息室里边的时候呢，叶群趁这个机会，啊，去跟毛泽东去谈话。那么表示什么呢？表示呢，他在这个庐山会议以来，那么主席对我的这些批评，对军委办事组的批评，我们都这个很受教育。啊，如何如何呢？向毛泽东呢表忠，是向毛毛泽东做一番表态。实际上，也就是大家所能体会到的，就是很诚恳的。 啊，做做一些自我批评，以求得毛泽东呢能够啊、呃、对啊、呃、对他们呢这些人呢能够啊、呃、放他们一马，啊、呃，不要呃不要也意思就是说呢，呃，这个是书成表忠，希望毛泽东呢以后呢能不要再继续的这个穷追猛打了。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大致的情况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啊、呃，另外呢，这个杜修贤呢，在他的这个回忆录里面，回忆里边呢，他还说是，他说呢，他是五一的这个五一劳动节的白天呢，也搞了一些，也搞了这个群众的这个游行，啊、呃，他呢也在这个呃会场上，天安门呢，他也在天安门城楼上也拍了照片了，等等等等，这个说法也是不成立的，因为实际上在这个实际上在这个文革开始以前呢。 所有的五一的白天的这个游行活动一律都取消了，所以呢，这个七一年的五一的五一劳动节的白天呢是没有任何活动的。所以这个杜修贤的这个说法，这个五一这个劳动节白天他也去呃参加了这个活动，也也给毛泽东、林彪拍了照片了。这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这场活动，他从何而来？如何去拍这些照片呢？ 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而且那个《人民日报》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也仅仅是报道了前一天，即五月一号晚会的这个情况，没有任何五月一号白天的这个任何活动是没有任何这种报道的。如果确实是五一劳动节白天有这种活动的话，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个头版头条他一定不会放过的。那么，这个。 这个杜修贤他说，这个林彪这个这个晚来，这个上天安门迟到是这个什么原因？以他的说法是，是林彪是这个这个犯了毒瘾了，这个是在家里这个吸大烟儿，呃，这个没有过足烟瘾，所以他来不了。这个来了也是来了，看上去也是萎靡不振。那么经过他身边的时候呢，他还闻到了这个很奇怪的这种这种味道。那么林彪有没有？ 这个这个这个吸吸过毒，这个所有的林办的这些个呃工作人员，包括林办的这个呃秘书、警卫啊、呃、内勤人员，所有的林办的这些人一异口同声，林彪从来没有吸过毒。所以呢，这个这个杜修贤的这个说法是完全不成立的。他所因为首先林彪就没有迟到过。 是上天安门就没有迟到，就不存在着所谓林彪迟到，而且还是因为吸毒的原因而迟到，这就更不成立了。那么他这个书里面还有第二个情节，这是啊、呃，刚才我们在这个这个呃图片里面所，有看到的，也就是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号，毛泽东、林彪啊、呃、一起这个会见这个罗马尼亚贵宾这个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夫人。 那么这张照片呢，实际上呢是在这个啊、呃、这个《人民日报》呃这《人民画报》上，它有有刊载过。我手头上有一本这个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特辑，这《人民画报》是一九七一年十十月号。这个十月号呢，这个当然它的封面呢是这个毛泽东与林彪的在九大上边的这个。 九大上的这个这个这个一个一个合影，它这这个画报里边，在这画报里边有一张，大家看到这个这张照片，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彩色的，就是毛泽东，就毛主，他这个上面有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和夫人。 就是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清清楚楚的显示呢，林彪与毛泽东共同会见了这个罗马尼亚的这个齐奥塞斯库，啊，这张呢也是呃、啊、当时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我们可以在这个 YouTube 上面找到，大概这个视频呢是应该是罗马尼亚这个呃那呃罗马尼亚方面这个公布的一个视频。 啊，大概时间很短，大概只有几分钟。呃，这个是罗马尼亚文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这个 YouTube 去啊、呃、搜这、呃、这个林彪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一九七一年。我们先看到这都是截屏。我们看到这毛泽东、齐奥塞斯库、林彪他们是一起接见的。这个呃，他们毛泽东与林彪共同接见的这个齐奥塞斯库。这个是呢，这张照片呢是。 毛泽东与林彪送齐奥塞斯库，这会见完了以后，送他出门啊、呃，这个按照这个这个杜修贤的说法，说这个毛泽东与林彪在会见在会见的时候呢，林彪呢跑到这个大会堂的一个角落里边去，坐在那儿就是哭坐在那一块儿，这个一动不动，这个脸色发白，这个情情绪也是萎靡不振。 啊、呃，是很呃很奇怪的这么一个状况，呃，那么大家这个毛泽东与什么这些个当时在场的人员也都看着林彪这这个没有任何反应，啊、呃，林彪为什么一个人跑到那儿去坐呢、呃？同样的一个原因，说林彪又是这个这个烟瘾发作了，这个毒瘾发作，所以他一个人坐在那儿，这个这个大家都拿他没办法。 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照，从无论是从照片上来和这个视频上来看，林彪当时都是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个啊、呃、接见的这个活动，并没有像这个这个杜修贤所说的那种，林彪一个人跑到大会堂的一个角落里边去坐在那儿哈一动不动的这个啊、呃、有这种表现，实际上是没有这种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那么，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杜修贤他要杜撰出这么一些个情节？也就是说，他为什么会杜撰出一个无中生有的说，这个林彪故意的啊晚上了天安门，故意姗姗来迟，故意的对毛泽东不辞而别，而且呢，在这个接见与毛泽东接见这个罗马尼亚这个贵宾的时候，又有那些很奇怪的这些个。 反常的这些活动，他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些说法？啊、呃，我我这么啊、呃，我个人这么一个想一个考虑呢，就是说呢，第一，人的记忆呢是有是有这个，呃，是不是很完整的？因为他这本书啊，它是一九九四年出版的，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九四年过了多少年呢？过了二十三年。就算他的文章提前。 写的，一九九四年出版的话，估计他也大概也就是一九九二年、九三年写。那么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三年，过了多少年？过了二十多二十来年了，二十一二年了。过了这么多年，人的记忆是会有误差的，所以呢，就会有故把时间、地点、人物啊、呃、这些个事情，就会有一些个这个所啊、呃、不一定能记得很完整。 更何况，如果先入为主的话，你他把呃，大家在那个在那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上个世纪这个时候呢，已经林彪是这个反革命、反党集团，是一个这个十恶不赦的这么一个这个一个坏人。那么呢，他在回忆的时候呢，他很可能就先入为主。那么他一一个呢，他记忆可能本身就是有错的；第二呢，是他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就故意的把人把林彪呢是往这个坏的地方写，那么往坏的地方写呢，他又没法解释。那么说林彪为什么晚来？比如说他为什么晚上了天安门？为什么又要早走？啊，以及为什么到了这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的时候，他为什么都会有那些奇怪的这些个行为呢？那他那么唯一的一个解释，那他就说林彪是这个吸毒，那么毒瘾发作。那他这些个所有的这些说法。 有没有证据呢？没有任何证据。那么他就这么写出来了，写出来了以后呢，又没有这个史学家，还有众多的这些个啊、呃、文史爱好者或者众多的老百姓，大家也不去查证。那他说了就这么，他说了，既然杜修贤是这么一个这个。 啊、呃，这个当事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是这个人民大会堂，他都是一个呃当事人，而且他都是一个摄呃摄影记者，而且他的确他是他是照了那张照片了，可是呢，这个他的说法，他的这些个所有的这些文，无论是他的这个回忆，他的这些个与他这个杜顾保兹的这些作家的这些合作的这些说法呢，通通都是不能成立的。那么。 如果呢，大家对这个事情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呢，呃，找来就是我在这本书里边我写的这本书里边叫《找寻真实的林彪》。在这本书里面，我专门有一小节谈到，就是林彪在这个五一天安门城楼上是不是啊、呃、故意的对毛泽东不辞而别。我在这本书里边呢，也专门写了这么一个小节，这么一个，这么一个。 写了这么一段儿，啊，专门来讨论这件问题，讨论这个讨讨论这件事情，啊、呃，网上呢也有一些个这个文章，啊、呃，比如像这个，啊、呃，我知道的这个像这个张光宇先生，啊、呃，张光宇先生呢，他在这个，啊、呃，同舟共进的这个呃这个杂志上，以及在这个共识网，当然这个共识网现在不存在了，但是网上面还能找到他写的文章。 那、呃、这个张光宇呢，他他写了一他写了一个文章，叫做《最后的晚会》，一九七一年五一晚会史料辨析。这个这个文章呢，也可以在网上找到。另外，我的朋友呢叫蒋健，那他也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一林彪是否对毛泽东不辞而别》。他的这个文章呢，也发表在这个。 这个记忆的这本电子杂志，这个大几年这个一百零一期的这个记忆电子杂志上面，啊、呃，另外还有一个啊、呃，还有一位先生呢，叫做冯西刚，啊、呃，他呢也写了一个文章，啊、呃，发发表在《同舟共进》二零一四年的这个第八期上面，他写这个文章呢叫做《关于林彪两则史料的辩证》，啊、呃，他们这些文章呢，都是大概是在二零一四年以后。 在二零一四年、一五年、一六年，这个时候呢，啊、呃，所写的啊、呃，都是在讨论这个林彪是否真的这个晚上天安门，或者是有没有这个故意晚上天安门，或者故意的这个对毛泽东不辞而别等等等等，啊、呃，他们这些文章呢，对这个事件、对这个事情呢，也做了一些个这个分析，所以呢，从这个从。 这么这些个啊，史学的这个研究者，史学的爱好者啊，他们这些个研究来看呢，啊，他们的这个呃观点呢，实际上是跟我呢这个看法呢是一致的，嗯，也就是说，啊，杜修贤啊和这个顾宝姿他们两个人，一个是记者，啊、呃，一个是摄影记者，一个是这个呃文，这个这个啊。呃 文史的这个爱好者，就说呢，他们两个人合作写的这些个，无论是写的那些红镜头系列啊、红墙系列啊，什么毛泽东的最后的呃七年了这些个等等书里边，所涉及到的这个一九七年五一晚会这件事情，啊，实际上呢是不存在的，是子虚乌有的。啊，好的，今天呢，这个这个是这个。这个 有关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讲到这儿，啊、呃，下一期呢，我们跟大家谈一谈这个1971年5月份，啊、呃，林彪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那么，到底林彪为什么要给毛泽东写这封信？这封信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啊、呃，这个问题呢，是，我们这个思呃思考林彪的当时的一些个想法。 以及在九幺三事件之前，那么，啊，林彪当时的是一种什么一种什么状况？啊，好，那么下次呢，我们跟大家谈啊，主要谈一谈这个问题。啊，好，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讲到这儿啊，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一期再见，谢谢大家观看。